来，我们接着讲苏普的第四十七单元。上礼拜我们讲到"当仁者得亦忘焉"，那接着讲"罕成其要"，"罕成其要"。那这意思就是说道理、认真探求道、追求道理的，那"弃学者西风续庙"。都是捕风捉影的、那诉说个人道理而已。那好、这部分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当仁者得亦忘焉"呢，就是说领会要奥妙以后，那就不再讲道理了，就只是讲他的一个感觉而已。那后续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 AA 会去陈述道理的都是捕风捉影，并不是说有所依据，都他可能听到什么啊，他就从那地方去发展去做一个叙述，那接着虽述有，那遐空一个哦，遐我无拍到，虽述有疏，疏密的疏，疏密的疏，虽述有疏，虽然有说，就是说他虽然有去陈述一些书法的概念。那徒立其功就只是没有说到要点，所以苏游说他虽然有讲出这一些概念啦、技巧啦，但是都没有讲到重点。那后续徒立其功未服绝止，就是说，他们在叙述当中的话，都只是有一个概念呢，并没有很精准的去说到。那不魁庸媚，那这边就是说就开始讲他自己了，就是说他的部分他不揣意味，他不揣矮这些意味，就择孝所明。那他会把他所知道的，他自己所知道的，所懂的一些书法的概念啊，做一个贡献，做一个陈述。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那后面的素玉红霁往之风归，这些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这边让你们做了解。那我们接着就针对这30个字来做一个示范。今天我们讲30个字而已。刚好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来，第一个罕见的罕，有人来啊！来，罕见的罕，上面是一个帽子哈。那帽子我之前讲过了，在外框架的部分，左点大概都会被省略哦，左点大概都会被省略。那这边罕的部分直接按，好，绕一个大弧度下来，好，压一下起来，那再起点。好，再撇过来以后，直接起笔滑笔上去以后，直接挑起来，再拉下来，停住。那挑起来，再写一个横笔压下来。那罕，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里的概念，它直接就是横、竖、横哦，跟我们一般的笔顺不一样。我们一般的笔顺是两个横笔在写竖笔。那他用逆笔法，所以横笔再写竖笔再带横笔，这罕的概念上来留写一下。我们常常会很多字会有这样的情形哦，比方说我们写中午的午有没有？我们一样就这样横笔过来，然后直接带下来，上去再带过来，第一笔、第二笔再带到横笔，或写阳也是一样，我们会这样带，那这样带下来再上去两个笔画。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竖笔先写，然后再带最后的几个横笔的概念。好，再来成，来耳朵的部分呢，我们就讲过了，直接就一个上去，那这边停笔要直接再拉下来，停住，往上提再带出来，好，上去，那这边再重新接笔下来，停住，往右上挑提再压下来，这里短短的哦。那挑起来再写左点，好，起来后再带右点。
那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我们以往在写竖钩的概念，都会把这个竖钩拉到最低当立地，有没有？那这边它反而是以左边的耳朵当立地，变成一个斜面上去，哦，这部分特别去留意一下。那这里可做一个断笔，再重新下笔去接，哦，这里横笔过来，还有重新起笔，再重新接笔下来，没关系，或你可以直接就写一个 T 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可以。来，再来齐，好，那这边的齐，这边特别去留意哦。待会我们再看一下，这边一样有折痕哦，在辰啊、齐啦、啊，有没有发现它那个横笔的部分好像都有一个卡卡的感觉？有。哦，那这部分来讲，它是一个折痕造成的哈、哦，那边是一个折痕造成的。那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味道写出来，当然也可以啦。哦，比如我们变成要这样下去，要再下提一下，再这样带。好，再拉起来，那就拉起来，直接就带过来，上去，好，由左带一下，再顿一下，好，这边重，拉出来，这边实转过来，压一下，再提，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压笔，压笔完后再往左上角这边提，让这里会出现一个缺口，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书写上，因为有些它笔画为什么收尾，哎，干嘛缺一角？那他可能会在那边做一个顿笔后，哪边缺角就往反方向去做一个提收，哦，这边右下角缺角，那我就往左上角去做提收，那这个缺角就会跑出来了，哦，那这个地方就我刚讲的那个顿的那个纸张造成的折痕造成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不见得要做到这样，我们直接就这样带过来，好，这样子去带，也 OK。哦，这里把它写滑顺也可以哦。哦，这部分特别去注意。来，要的部分呢，笔顺特别去注意哦。第一个笔顺当然是横笔没问题。那这边是一个顺笔带笔，所以它是这样带过来，然后再扭过来。好，第二笔画在哪边？第二笔画多少几笔？哦，第二笔画是竖折，但竖折它有两个竖折哦，里面一个，外面一个，没有。哦，那是外面这个竖折先带，好，带过来哦，竖折带上去，好，往上挑，往上挑以后再写里面的竖折，好，再写里面的竖折起来以后，然后再带横笔，这里横折带过来，好，往上挑上去以后，直接推上去，再拉下来大弧度，好，绕圈圈，上边变落，再拉回来，再写这个撇拉出来。好，往上提变落，虚笔压，好，再拉出来，提就可以了。好，我们再看一次啊、哦。来，横笔的部分，上去下来，竖折起来，再一个，好，起来，横折挑推上去。女的部分，好，这里落一点点，再接下来提，好，落再重，好，出来再压，停就可以了。哦，所以这部分细的部分，竖大竖折，那再一个小竖折，再一个横折，再来写撇的部分啊、哦，它的笔顺特别去注意。来，再来气液的气，哦，气液的气这个。他把下面的纸变成山的味道哈，那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好，直接一个凿刀下去，往左下角下拖带过来，这边一样凿刀下去，捺笔再收一下。来，再来呢，写哪个笔画？竖折还是写竖？哦，一样写左侧的竖折，压下来。好，那这里我们重新起笔上去挑，那这里一样往上挑，直接带出来，停一下再走。让这里顿一下，然后往左上角这里一样有一个小缺口，哦，这部分可以稍微留意。来，在学生的学，学生的学，它原本上面两点一撇，它把它整个整合在一起了啊、哦。那这边它上面有一个带笔，做一个虚笔的部分，然后这里直接压下来上去，再顿一下起来，好，直接拉弧度过来，重。那这边再做一个提笔的动作。推出来，再拉回来，好，折回来，顿。那这里有几个概念呢？如果草书的话，我们如果以雕草来讲，那这边就直接再做一个弧钩横笔就好了。
哦，直接就这样子过来，然后直接这样子过去就好了。哦，直接变成这样子，它少了一个顿。那这边来讲的话，它又顿，因为不是标叉的部分，所以那边它多一个顿以后再拉出来。一样，这边提一下，好，拉逆鼻压回来，黏住往右下角提。哦，所以这里多一个顿啊，这边多一个顿，特别去注意到。好，它少写了一个字，所以它把它补在旁边了，小小的把它补上去。那如果说我们在参书谱的部分，在全书赛也有哦，在全书赛也有这个帖子。那如果书写的话，这个折你就不要把它写小字了，直接把它照正常的大小去写，哦，正常的大小去写，哦，这一个概念了，哦，一个概念。那这边上去，然后直接拉下来，拉长，然后这边再下笔凿刀上去。转折下来顿，然后这边再一个十转过来，这样就好了。好，好，再来西。我们只要遇到一些笔画很复杂的，横横横横竖竖撇撇捺捺交叉一大堆的哇，像这样子的啦，啊，或这样子的啦，啊，或这样子的啦。那我们就把这里全部不管啦，就变成一个歌，懂了吗？哦，这些结构都不管它，都变成一个歌就对了。那西的部分是这个部分，哦，西虽然是这样子，那这里来讲打叉，它可以变成转45度变成直的，它就变成跟这个是一样的，懂我意思吗？哦，我们原本是这样子，西的话原本是这样子嘛。哦，上头是这样的动作嘛。那刚刚讲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也是一样会用歌代替嘛，对不对？那我们只要把这个打叉转一下45度，它就变成这样的姿态了。横笔这里还是保留，那这里转45度就变成这样子，还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有没有？哦，所以西这个地方一样视同这个结构，那写成歌。那啥哈，哦，所以我们在写西的部分来讲的话，上头就直接写一个歌，那这个字比较大，好，下来这里切，那上去，好，转折一下，再拉变细挑，那这里接逆笔按那一把压，好，再提一下，再压下来，再转折撇落重起来，直接压下来，那很洒脱力吧。好，所以这地方结构上来讲，上面这个歌就是打叉在横撇的部分，哦，打叉在横撇的部分，那下面的金就直接这样子就好了，哦，金就直接这样子就好了。哦，好，那风的部分它吸血重了，那风它也把它写的比较重，因为下面空间还有，那它如果挤两个字太挤了，那再挤一个字，所以它把它写的比较重，那直接就下压下来。好，这里直接凿刀下去，再上去落落的，好，这里再转折一下变落，再转下来喽。好，这里上去压一下，再上底顺势带到里面的点带过来，顺势拐，好，这里再转折，好，直接推，这样就好了。那风这里面的姿态很多，我可以写三点，我也可以写一个横笔，再写一个安呢，哦，那也可以写点，再这样子过来也 OK，哦，所以风这里面的结构变化就这三个可以去做，哦，这让你们做了解一下。好，再来庙，哦，不是那个撇掉不搞，哦，叙述的叙，那要丢掉不搞。来，叙述的叙，左边是一个人字头，再一个，左边是一个鱼，那右边是一个又，哦，是一个又，那又就是一个闪电，哦，又就是一个闪电。那鱼的写法来，朝人字头的部分就一个闪电，哦，直接一个闪电下来。好，这是人字头，那下面是两横一个竖，那再一个点，他把两横省略掉了，哦，直接竖笔戳来，然后带上去一样逆笔压带过来，顿，
再拉出来。好，这一横就代表中间的两横，那这个挑笔上去是下面的两个点，左右点的部分，那这个竖笔都比较右啊，那闪电就人字头，然后就出来了，这两笔变成一笔，变成一笔，那这里带过来再拉上去，大家拖等要拖等啊，然后这里是这样子带过去再拉下来，这样有就演变出来了，还跨完哈。好，那右边是一个闪电哦，刚刚讲的，那它这边有一个卡顿，但那个卡顿一样是纸的折痕哈，一样是纸的折痕，那我们就直接带上来哦，直接画个闪电，动一下，好，这里再拉下来，停一下，拉，停，再提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画一个闪电，这个符号我们讲过了哈，这个右或者这个结构都是，然后都是。来下一个庙，很洒脱，直接拉下来哈，拉下来停住，这里一样很洒脱，带过来起来，所以这里带上去，停住上提，再带过来停起来，提一下再压，停一下，好压下来，再顿一下啊，这个折痕的部分过去处理，啊，所以在这个轴线上面都有一个顿点，然后那个纸张折痕的部分。啊，所以可以稍微注意。来，下一个我们讲的是衰。来，这个结构把它记住哈，这个结构把它记住。那这里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这里有一个，又一个，就把它再拉一个。那下面的部分就直接拉出来，带上去，哦就好了。这里就是这里带上去的。啊，啥意思啊？那就这样子拉好。它带过来，所以它立笔过来要起来，好转过来，好这直接拉下来，弹上去楼的直接压下来，停住往上带，好，这个地方是口，那这个转折也是口，这个竖就是竖跟挑的部分，好往上挑的部分，那点省略掉，带上来后直接带出来，好转折过来，重提起来，那这边再下来。来，那下面我们应该是写一个二嘛，对不对？那没有发现它二整个偏在左侧，右侧 number。我们以往是这样带下来哦，那这样子带上去，这样子带过来，有没有？这里会倒跑过来，那它完全都在左侧。完全在左侧，右侧完全没有。好，所以这部分可以做很多变化，所以我们在写生活的生，我们这样过去以后，我也可以这么去写，这都白，这都没东西，也可以，好，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留意。来，去竖的竖，这个是逆笔，横笔我们是由左至右，那它这边带过来，我们的虽这样子带过来以后，它直接就拉下来，拉下来就直接这样拉下来了，好，停住，往上提上去，直接拉上去，又直接压笔再下来，刷下来就停住了。那停住过来落下，然后这里做一个折笔，所以又带到上面，这里带过来，再顿，再拉，好，绕圈带到错字边压，这一个卡顿呢，又一个纸张的折痕。哦，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它这样带过来以后，它又从上面这样带过来，从这里带过来，所以这里有一个小，这里带上这样带过来的，哦，所以笔顺的部分可以稍微留意。来，有右边的部分跟曲，哦，这个结构，哦，这个结构。跟曲是一样的概念，哦，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它是两点，哦，上头点，那再一个转折就可以了，哦，再一个转折就可以了。你写的不是熟吧？啊？你写的不是熟？对，这两个是一样的，啊，哦，一样的，啊，哦，来，那我们就知道了，它要是由左由右上往左下，那这边来讲，它去竖的去上去以后，所以它下来这边是一个凿刀下去要拉下来。好，上去这里拉下来，微微斜斜的。好，起来，重新下笔，顿上去落点起来，再过来顿一下，再顿一下，拉出来，
再拉就好了。好，就这样的概念啊，这部分来，这个我刚讲的那个字帖上面我漏打掉的书的部分，那我们上次也有讲过，他的书都写成是这样子，记不记不记得？上次我们也有讲到一次啊，所以这地方可以稍微注意。来，这里直接一个点，那带过来，所以这里是一个扭点，往右带过来，推下来，接上去，这边一样有一个转折啊，起来。那这边先写下面的口，好，带过来，这里弧度带的比较大，上去，这里是这样子拉下来，我也带弧度，停住，往左提，一样，提起来，这边再带下来，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常会遇到啊，这样子带过来，这样的结构，这个我们常遇到啊，我们常遇到，因为里面有很里面的笔画，我们常常就会把它省略掉了，哦，里面的笔画我们常会省略掉。来，在徒劳无功的徒，双人旁变一个竖笔捏，啊，变一个竖笔的，那他写得很浑厚，拉下来，停住，起来，这里转一下笔上去，这里拉下来，往左推再压过来，带这里稍微揉一点点，往上挑，简单就是这样子而已哈，这样子而已。那这里它是一个走。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写走的话可以怎么写。我们如果写走的话可以这么去写。那我这里可以做很多变化，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夸张。好，所以这地方就是走的概念哦。图立。来，立没有什么的，只是它的线条做得很漂亮。滑顺度做得很漂亮，那这时候很重视在笔尖，那这里推上去，这里下笔再下来落，停一下，起来落，好，这里直接转折过来，很柔，那这边再压，飘，顿，这个地方过来后重新再下笔再带，所以这里有一个凿刀痕迹，哦，所以这个样可以这么去做，或可以过来后提笔再按笔再带也 OK， 哦也 OK， 这一个变化。那接下来连续两个字连在一起的，那我们一样就把它连着写。来，齐，压笔下去，直接带过来弧度，停住，啊，柔的细的过来，转折，停住，上去压下来，往左下角，好，动一下，往右下带。那带完以后，直接就把它拉出来了，好，拉到下来柔，好，转折过来。推上去一点点就压下来，停住，往左提，转弯弧度刷出来，停住，哦，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哦，这边是一个带笔的动作，我们两个字独立把它独立出来。来，起的部分压过来，好，停住，拉细过来，停住，起来，压顿，再转折平，来，那这边只是连续的一个笔画就完成了。好，带笔过来后，我会上提一下，就拉下来一样，好，往左提，再转折回来，弧度上推下来，这里有点小波折，哦，这边有点小波折。那因为空间不够，它要印几两个字，所以它就把它写的比较小一点点。好，下一个字位。他的胃的姿态大概都是如此，我们讲过那么多个，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姿态。好，这边带过来，然后直接拉过来，往左下角带，那这边一个弧度，停住，往上挑，哦，很洒脱，停住又往上挑，那直接刷下来，停住，往左下角压下来，挑起来再带上来。好，这里是带到下一个字，哦，带到下一个字，所以这里我可以带过来，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这样带过来以后，好，我就直接这样子过来就好了，就不用去拉那么长，拉那么长是我要带到下一个字哈。好，这个意思啊。叫。啊？夫哦，不是叫哦。
哦，因为这个会有很雷同，所以我才问你们这个字啊。叫、嗯、什么叫？叫敷啦。敷衍的敷啦。嗯。哎，那你的铁有什么颜色？也无赶快来，你被原铁。好，那今天我们就带过来了哈，先上去，那直接往左点右撇，再带上去，所以这里是这样子带过来，顿拉弧度，好，拉压上来，这边那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直接我们可以画个闪电也 OK， 好，刚刚讲的，那它直接把它带成一个 U 的概念。好，提这边再压，那这里的一样，它有一个变化所在，好吧，它不是一下就拉下来了，好，所以这部分特别去留意，这个结构横撇带过来这样子，这里我们也常遇到，哦，这我们也常遇到。好，下一个绝，好，场字头啊，就直接推上去。好，这里顿一下，然后再拉回来，再刷下来，很洒脱。停住，起来，来，过来多几遍。哪一笔画？再是横笔。好，再重新起的，这里上去推，再拉下来，洒脱利落。停住，带个弧度，写个二。好，上去。那绝右侧是一个欠，那欠我们会把它多顿一个，一二再拉哦。那这里拉上去，然后顿一下，再顿一下，好，再拉出来。好，这里一样是一个纸张的折痕，所以这里有一个折痕的部分啊，这绝的部分。来，再来圣旨的旨，直接拉。压下来，好，直接细的上去，转折再拉下来，这样折痕，好，拉了起来，加折痕的部分弧度，停住，这里又一个折痕了，平起来再压，就好了。这地方都是折痕造成的，这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是折痕造成的啊。来，布跟葵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把它连续来写。来点，那这里接。说交到这里。哦。夫绝子到这里。哦，那公公家这样。还是下那那哦，还有。怎么下手？哦，他不会啦，他不会啦，哎，他不会啦。来，压一下，那拉出来，所以这里带过来，然后直接往左，好压起来，那这里。压过来以后往左带，因为它要带笔，所以提一下，这边也有一个折痕在拖软，啊，拖软掉，这边它就直接刷下来了，啊，直接刷下来，往右下再往上提，直接下刷下来，停住，起来，带上去，啊，变细，那这边葵的部分它是这样子，那这里是这样子，那我们会把它连续动作给它一下葵卯年，你还可以吧？嗯，好，这里就直接。画个写个细，拉出来，这里画个闪电，那拉进来，再写横笔。那第一个横笔，它用点方式去带啊，用点横的方式去带。那它的撇没有贯穿第二个横笔啊，那过来要直接写一个竖折的感，横折的感觉，拉下来，这边再拉出来，停一下，扭一下就好了。我们正常是这样子写嘛，对不对？那这里它写一，再一个这样子一个感觉，好，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注意。来，葵的部分我们再独立出来写哈，直接就这样子过来，然后上去刷下来，起来上去，好，这里先写个细，那这边闪电过来，好，横笔，那这边过去拉下来，好，这边一样，好，这葵的部分。好，用这边笔画比较干了啊，表示说它这边已经有点干墨了。那当然，我们能够把它照它的墨韵去带出来，那当然是最好。那这边斜度很大，好，下来要先刷下来，停住，拉回来，好，起来，那过来多几遍。我们正常的概念，这里还会有一个挑啦，
哦，这里应该还有一个挑点才对啊、哦。那他把它连续性呢、哦？那这边来讲是上去，停住，再带出来，一样，拉五度，绕圈，转一下，停一下，往左再提，再写到这里，过来，这里再压，再提起来。啊、哦，那这里他写的很短了啊、哦，这边他写的很短。来，妹。一样哦，直接刷下来，有点斜，那这边上去一点点，直接拉过来，停住，拉上去，直接拉出来了，好，变弱，停住，直接再带过来，一样，再挑，跟我们刚刚写的位是一样的感觉哦。那跳上去要直接短短的刷下来，微微带点弧度，停住，不要比他们低哦。那往左带压起来，再拉出来。起来就可以了，左边比较重，右边比较轻、哦、它有一点做一点疏密的变化、哦、有一点轻重的变化，可以稍微注意。那动辄旧的辄，来双人旁变一个竖笔而已。那右边的部分，这个地方直接变成一个二、哦、那双人旁变成一个竖笔，那直。哦、儿子的子变、欸、那个密字边变成、嗯、一个子、哦、这我们常讲，就直接上去，好，你过来，好，这里再过来刷下来，上去，好，上去直接拉下来，停住，起来，好，这边再转个弯停一下就好了。啊，你也没看白书好像跟死很像，有没有？嗯，死掉的死，多了这个竖笔。死的话只是这样过来，那这样过来，那这边这样子而已，哦，那它多了这个地方。来笑，左边一个教他走，他把捺笔跟右点的部分省略掉，把它做一个连续动作，哦，所以那个弧度下面那个弧度，他带了很多笔画，哦，带了很多笔画，那这边一样。一个点，好，那这里过去，停下来，转弯弧度出去，拉回来，好，这边是胶的部分，那右边是一个力量的力，所以它直接就带过来，停住，有点蟹爪钩的味道，上去直接接拉弧度拉出来就好了，啊，那这个空间去把它做一样，啊，这个空间去把它做一样就好了。来，这一块有无？讲足久诶哦。所有的锁了哈、哦。来，第一笔画哪一笔？横还是竖？竖，忘记。啊？竖。竖笔先哦，竖笔先哦。那这边再带过来，转回来，再从这里顿起来，这一样有一个折痕。啊、哦，这里一样有一个折痕的位空间哦。啊，这是所以的所，这是所以的所，特别去留意一下。好，我们今天书谱讲的最后一个字，我知道啊。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字没？我要讲最后一个字，没被 get 到了。好，明天的名没有什么了哈，只是一二三，一二三零而已。啊，看了哈，一，好，二。好，这里二三，好，三出来了零，就完了。这里一，这里二，这里三，好，再加一个零，就出去了。好，这零的部分。好，那免的部分特别去注意哦，这个地方我不见得绕到里面，我可以这么去带啊、哦，这里带过来，这个点带到下面也 OK， 变成一二三点，阿展哈，啊，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好，那我们今天书谱就讲到这边。